追猪西举猪猪西呱嘎呱嘎呱根嘎呱给呱呱呱呱呱。广东话是鸟语，看一下你能不能把这一句话变成不是鸟语。我念得疯了，这个太难了。呱呱宠个宠个，我好像吃错。是凯琴，我们上一集呢就是挑战了国语跟台语的绕口令嘛，然后这一集就是博凡要来挑战广东话的绕口令喽。你有信心吗？我都好有信心啦，系唔系啊？台湾人讲广东话后面要加个啊，系唔系啊？没有，后面加个噶就是广东话啦。而且我刚刚问他你要不要做笔记，像我读台语绕口令要做笔记，他说不用了。直接来啦，直接来啦，那就开始喽。我四太太啊，食就是吃哦，你试下先。我试下先啦，四太太啦，来啦。第一个来喽、哦，我先念一遍好不好？所以你完全不用我教你，我先试一遍。OK。一只扯线的扇蜘蛛的嘅，蜘蛛是点做嘅树嘅？哎呀，唔系啊。七成七成鸡，句第几句是七句是属鸡？怎么那么快？我怎么念？一只，一只，七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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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鸡句，鸡句，滴滴，鸡句西，鸡句西，七句，七句，鸡鸡属鸡，属鸡。对，最后、啊、最后几个我觉得很容易，就是七句鸡属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一只七成七成鸡住滴，鸡住西连住鸡住西鸡住住西。鸡属鸡。这个不是年。这个是七七竹，这七型的七嘛？啊，七型，七型鸡竹的鸡竹西鸡竹鸡竹西，七竹鸡属鸡，七竹鸡属鸡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影片我应该字幕崩溃，字幕组崩溃，字幕组崩溃。好，我再念一次，练习最后一次，我们就换下一个。Okay. 一只七型七型鸡竹的鸡竹西七竹鸡属鸡。哎，我觉得很不错哎，天哪，可以哦。哈，我觉得这才有九十分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么高评价。对对对，下一题。好，下一个我也觉得是蛮容易的。我一样先练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。那我有没有那个？先不叫你。有没有那个语言天分 ？OK。好，姨妈姨家去姨家家西买姨家俭用嘅姨家家西。我觉得有八成。八七。但是有一些字我要教你一下。姨妈姨家去姨家家西买姨家啱用嘅姨家家西。姨妈姨家。不是去，去，去，要用台语。好，对，姨妈而家去，而家家私买，而家饮用嘅。呢个系啱，啱用。啱啊，啱啊。吓，啱用，就是用就是合用的。啱用嘅，而家家私。哦，可以耶。啊，直接验收啦。OK。姨妈而家去，而家家私买，而家啱用嘅，而家家私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也是有大概八十五分这样子，还不错吧、哦？对对对，我都有广东话天分呐、啊！好好好，紧张了吗？你那个表情、啊，那个表情好像一副就说，哦，好像这个广东话还蛮 OK 的。对对对 ，OK 给啊，是不是出的太容易呢？这样，然后下一个呢，就是香港人如果普遍讲到绕口令都会想到的一个，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也没什么信心。等于就是绕口令的一个权威，大家都想到这个。下一个都是好，你要先试试看吗？好啊，我先试。OK， 有菜说说送生存，说顺说送错。好，我觉得有吗？大概一半。好，那你好，有菜说说送生存，说送错。Sorry， 再来一次。自己都 NG。有菜叔叔送顺顺叔顺速送出，这个都是送顺顺送这样子很难。送顺送顺顺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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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送出送出，有菜叔叔送信出，叔送叔送叔，送信顺手顺速送出，对，是不是很难？顺速送出，对，顺速送出。我来验收了哦。
我觉得很难的，不知道你念的怎么样。有菜收收，送信顺收，说出送出。也不错，有六七成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哇、哦，好累哦，这很烧脑力。下一个呢？入食物实验室揿紧十个紧急掣。入食物实验室揿紧十个紧急掣。普通版的是入实验室揿紧急掣，但是这一个是有点加强版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什么？就是入实验室，对，按紧急之一紧急按钮。入实验室干嘛按紧急按钮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没有意义。啊、通常大火力就没有意义。但是入就是不是入哦，是入。入。食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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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实验室。实验室。揿紧。揿紧。十个。十个。紧急掣。紧急掣。十个紧急掣。十个紧急掣。好像是小孩子学。入食物实验室紧急十个。紧急掣，还不错，不错，验收都还蛮厉害的，也有七八成，可以，可以，八七分。对对对，下一个绕口令呢？我觉得你应该蛮有机会可以读得好，因为我有听黄明志的歌。黄明志是那首歌叫《学广东话》吗？好像是。他就是最后面有一个这个刮金刮吉刮金吉，这一段不是唱的，他这一段是也是用念的嘛。Okay. 他唱的是那个为了你，我学咗广东话。有啊、哦，对，就是这首歌。学到半死。学到半死。对，那这个呢就是这样子的，掘金掘吉掘金吉，掘鸡掘骨掘龟骨，掘完鸡骨掘金吉，掘完龟骨掘鸡骨。哦。刮吉刮吉刮金吉，刮吉刮角刮龟角，刮软吉角刮金吉，刮软嗰角刮吉角。你真的有听歌吗？没。骨头的骨，我们都刮刮刮。哦，骨是刮哦。对。龟呢？龟。龟角。龟骨。龟骨。现在是我一句你一句这样练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来，刮金刮吉刮金吉。刮金刮骨刮金吉。刮鸡刮骨刮龟骨，刮鸡刮骨刮龟骨，刮完鸡骨刮金骨，刮软骨刮刮金骨，刮完龟骨刮鸡骨，刮软骨刮刮龟骨。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可能这个有点长，对你来说有点难度，你可能等一下要练习一次。刮金刮骨刮金骨，刮鸡刮骨刮龟骨，刮软骨刮刮金骨。刮鱼骨刮刮鸡骨，还不错啦，还可以吗？比一开始好多了，对，比你第一次练的时候好多了。就往那个鸡哦，刮刮刮刮刮。下一个，一米一根龟，七米一根鸡，佢话龟贵过鸡，我话鸡贵过龟，咁究竟龟贵过鸡定系鸡贵过龟？怎么那么多刮又龟的，又是鸡的？哦，对耶，这个也是鸡跟龟耶。鸡呀、啊，原来鸡是鸡，鸡鸡鸡骨。我觉得这个重点呢，就是龟跟鸡。龟跟鸡。哦，一米一根龟，七米一根鸡，佢话龟贵过鸡，我话鸡鸡贵过龟，咁究竟龟贵贵过鸡，定是鸡贵过龟？对。OK， 最后一句是你看我的嘴型哦，咁究竟龟贵过鸡，定系鸡贵过龟？咁究竟？咁究竟龟贵过鸡，定系鸡鸡贵过龟？嘴型啊，嘴型。一蚊一根龟，七蚊一根鸡，佢话龟贵过鸡，我话鸡贵过龟，咁究竟龟贵过鸡，定系鸡贵过龟？最后一个还要拉长。龟龟。还不错、啊、可以吧？有比较好了。我觉得有六成像。六成才六成。好，下一题。可以了，好，下一个呢？我觉得也是蛮难的。床脚撞墙角，墙角撞床脚。你话床脚撞墙角，定系墙角撞床脚？这个就是、其实这个全部里面只要叫做床脚跟墙角。墙角对，床脚。床脚。床脚。差不多。床脚。墙角就是墙角。床脚。不是角，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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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床脚，床脚。我好像知道。我念疯了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很难呢，这
超级难，台湾人会念的没几个吧？他们有九个音节啊。对，我们有九个音，你们只有四个音加轻声这样。就差不多，我应该就可以了。OK， 来。冲歌，好，准备了啊 ，Go！ 冲歌，冲冲歌。冲个中冲个，你话冲个中冲个，定冲个中冲个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还可以吗？就是、欸、真的很难耶、欸，这个跟你比刚刚好很多，好很多了。哎、欸，我慢慢抓到感觉了。对，最后一个呢，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，我不觉得它是绕口令，但是对于可能一些台湾人啊，或者是其他人来说， 他们会觉得。读这个很有趣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有朋友传给我，他说广东话是鸟语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叫你女朋友念一句啊，这句话。对，因为其实香港人也有很多人有懒音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懒音很严重的人，读这个可能会很有问题。因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真正的读法是国家，国家，国家，国家。但是如果有懒音的人会读国家，国家。就是如果你是有懒音的话，你就会读。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国歌，真正的读法是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的国歌。国国国家有国家的国歌。你要那个嘴巴就这样子出来。我嘴巴没这样吗？你看，国。不是，看一下你能不能把这一句话变成不是鸟语。好，来来来。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的国歌。是吗？我有过去啊，我只听到过而已，请你现在怎么过过过？因为你说那个重点是在过啊，卡在是个锅盖，锅盖锅锅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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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没有，台湾人他们在开玩笑，我一定要这样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说你要出来。恭喜你，我们八个已经结束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床脚真的是搞死我了，好难哦。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哎、欸。嗯。都要配合你那个动作，收哦哦啊哦，这个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读绕口令一定要这样子。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，你们自己试看看，在家里练绕口令都会手就会不气不气个气个气这样子。然后头一样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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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得气得气。有难度，真的有难度。好，那观众们，那你们就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们你们对博凡的评分如何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不错，厉害吧？还可以哦。那我们这次的国语、台语、广东话的绕口令影片就到此为止呢。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类型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那个小铃铛哦。辛苦大家啦！什么？听我们这边绕口令听得快疯了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